这个是什么虾我不知道，但是看样子很好吃啊。我在这个悬崖陡壁餐厅，看对面就是海，环境特别好。啊，蒜蓉味。千山万水总是情，给个双击行不行啊？我一口吞了它，如果说我能吞下去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双击。我负责吃，你们负责双击评论是什么。炸香肠，回锅肉啊。这是芝麻牛舌，哇，超级嫩。吃猪皮喽，看给你美的，好想笑。味道超级好。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双击双击哦，老铁们！双击，好吃不贵，150块钱的凉粉，零嘴的。自制酥塔教程在上个作品，稀疏嘎巴脆啊！有点硌牙呀。香辣鸡胗教程在上个作品。老好吃了。这是鸭头，这图片我又来吃这个，10点直播吃冷面，然后水果捞、年糕、鸡腿、奥尔良的鸡腿和烤翅，还有一点烤肉。今天站起来了啊！马上直播吃海鲜大哈！我，哦，我先来个爆头。直接来个斩首了，大牛排，想吃看下方啊，黄叔啊，今天的天真是热啊，来个4亿丸吧，一口一个，到位。双击，红烧啊！这回来个一口吞啊！小心我一口吞吞不进，不要双击，真的。酱肉啊！锅包肉，太硬了，嚼不动。你们今晚吃啥呀？自己做的芝士热狗棒。
尝不尝？巨无霸汉堡。牛肉朋友们啊，毛肚，红烧肉，要上我爸家来了啊，炖的红烧肉。搁大锅炖。吓我一跳！闹大刀。嗯，你们看看这色泽啊，这颜色，老香了。我就问你们，谁吃牛蹄筋吃过螺旋的啊？抻面，烫，带子粉丝，来一个小带子，粉丝。这是网红海盐奶盖面包，这名字太长了，这是最近非常流行的面包，味道挺好吃，上面有坚果，谢谢双击大肥肉。这个视频能给我200双击就成啊，太谢谢啊。嗯，金针菇。有没有喜欢吃的？接着吃啊，马上直播，全给他造了。蒜泥白肉自己做的，可好吃了。下面铺的是黄瓜丝儿。老铁们，我自己做的排骨豆角盖被，好烫好香。教程搜索丽姐农家美食，我打在屏幕下面。猪蹄儿，继续吃。终于来到了长春，见到了超级美丽的小丽姐啊，真的老好看了。欢迎龙龙来长春，祝龙龙在长春吃好吃好吃好，挑战东北美食四喜丸子，这大口老香了，好大一个，超好吃。吃个辣白菜啊，大葡萄渣，一个视频全给他砸了，妈妈，哎呀！
拍戏。哎呀妈呀！天哪！烧鸡。好香啊！这个是黑椒牛柳的意面。嗯。饿死了。这里做的炸鸡。嗯。还甜辣酱，酸甜酱。鸡翅儿，嗯，这一口太大了。吃完给范范一个双击，加关注，谢谢你们。